皇上召见，命老奴前来相请。恭喜，你要复出了。孙大人，事态紧急，再没人力挽狂澜，大明社稷不保啊！罪臣孙传庭拜见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战事紧迫。 按你的估算，许多少人马可以荡平流贼？5000精兵足矣。5000人马前往赤脚，不嫌少吗？加上当地驻军，应当足够。贼寇乃乌合之众，不足畏惧。哼，当地守将若听调遣，何至今日？ 本官虽不曾学医，却也知这大黄书虎狼之药，你方中用量之大，足以让常人毙命，你作何解释？这是他们家门口倒的药渣子，用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方子，请大人明鉴。这些药渣子我都看过了，里边有人参、黄芪，这分明是一剂温补的药。可那天我给他爹看病的时候。 他爹是舌苔黄厚，心腹脾满，这分明是邪毒已经入里，所以我才开了泻药，邪去才能正安。老爷，我爹就是吃了他的药，一直就拉稀，他怎么会？废话，那不拉稀怎么能去邪毒啊？你爹呀，已经是正虚邪实了，再吃补药就等于吃毒药。你放屁！我爹只吃了他一味药，怎么能放肆？ 你换医生的隐情为什么不提前禀明？萧安，回去料理后事吧。谢老爷。吴有可，你行医用药异于常规，这次算你侥幸。从今日起，不许你在本官所辖境内行医。 不欲则。
责备，言前定责不谈，事前定责不。伸手。啊！再背不下来，饭就不要吃了。整天贪玩不求上进。知道了。老爷，老爷回来了！夫人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说，你们还有几个人？说，断了你狗日！他娘的吐了我一脚！就这怂样，还想造反？有人来了！抄家伙！干什么的？姓一的。姓一的，搜他。哎哎，我堂堂正正的一世，一没偷盗，二没造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凭什么打我呀？我又没犯法。哪来的？叫啥？叫吴又可，苏州东山人。往哪儿去？到潼关投奔友人。大哥，正好让他看看你的伤。验验真假，你过来。官爷，我们医者有六不治，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，还有点小脾气。老子先挑了你的肠子，再办你个通匪，我看你治不治。哎哎哎！这位大夫，多有得罪。这年头啊，兵荒马乱的。哎，这不，我们刚刚抓了一个流寇，歹些你是他同伙。兄弟们，出手重了点，别太往心里去啊！刀口够深的，看这个人的病势，不像是个流寇啊。岂止是流寇啊，还是个匪首嘞！他这病要再不治啊，恐怕命就没了。匪首的病你都看，你是吃饱了撑的？就算你看好了，明天也是一刀。停了！别打我！发现怎么了？上！迎候督师，参见督师。援剿总兵贺仁龙现在何处？按督师所召，陕地各路人马除了贺仁龙，都已到潼关集结。
今日这票啊，赶得痛快！喝喝！来，是是是，参见总兵大人。大人，都起了吧，孙传庭都快到行辕了，赶紧赶路。 在你兄弟手下留条命啊，也算是幸运。哎，看你这样子，也像是个读书人，怎么也造反了呢？小弟李天佑，本是秀才出身，连年灾荒，瞌睡不减反增，乡里众人活不下去，准备投靠闯王。 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兵，先生医术精湛，要不然跟我们去投奔闯王，将来得了天下，也好衣锦还乡。世代更替，谁知道是福是祸？来。 贺人龙拜见督师。贺公子啊，贺公子啊，我可真想你呀！困在牢狱方寸之地，想的都是和你并肩作战，驰骋之时。督师，不是属下有意晚到，而是半路上遇到一群流寇。来，弄上来。督师，看。干得好！贺总兵进献流寇首级，造册，领赏。 皇上啊，念你战功卓著，对你另有赏赐啊！真的？各位贺家军的弟兄们，你们辛苦了！你们贺总兵正在和督师饮酒叙旧，督师特意叫我来犒劳各位杀贼有功。英雄们，谢过督师。来，谢谢督师。哎，吃好吃吃。哎呀，给我一串！我贺疯子谁都不认，就认你。 认得好，认得好。来，准备听旨。贺人龙听旨，臣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贺人龙身为总兵，于开县率部花归，致使剿贼军士功亏一篑。 又于项城、襄城临阵脱逃，抗旨不遵，拒不出兵，罪责深重，国法难容。来，招呼他！来来来，喝酒！吃肉！不好，有诈！ 从今而后，潼关没有贺家军，只有大明军队。此时贺人龙该人头落地了。
如今孙传庭手握陕地军政大权，若他也不受控制，该怎么办？皇上自有圣断，老奴岂敢多嘴。查元角总兵贺人龙，拥兵自重。哎呀，这是元角总兵贺人龙啊！可不是吗？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这么大的官儿，没法给杀了呀！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我连推他几次都不见动静，再一看，这整个人都僵硬了。昨晚他可有不适？他说身上发热，然后还吐了一回，我们以为他是水土不服，没注意啊。尽是屁话，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？是啊，小的也是这么说的。从症状上看，他是突发伤寒而死。近来四时不正，气候反常，士兵偶发伤寒，不足为虑。有赵提灵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眼下战事当前，不敢大意啊。指挥使放心，老夫随叫随到。快把他抬出去埋了，多给点抚恤，免得这件事扰乱了军心。是。先生，你是？哎呦，又渴！先生，多年不见，受晚辈一拜。哎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云叔啊，看谁来了？小梅这么年轻就守夫校，实在是不幸啊。我那女婿可怜呐，在关中做个小吏。去年死于流寇之手。哦，当年老夫要是把小女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只知道你辞官做了游医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啊，在台医院期间，整天看那些庸医弄拳，实在是不想混了。又可又担心忘了行医的本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只是做游医风餐露宿的，各种的艰辛，实在非常人所能担当啊。想当年，我把李自成打得只剩18级的时候，我身上穿的就是这甲胄。如果不是这几年这些闯贼做大的话，我跟他早就安享太平了。
我们已经将这些人全部押解，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送回去。。发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冲啊！任指挥使，怎么回事？属下接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兵员弹药无法补给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嗯。哎，兄弟，醒醒啊！这又怎么回事？回都使，时下四时不正，气候无常，他们前两天就病了，属下已经找来大夫治疗。总督大人，启禀总督大人，皇上有圣旨到，请您回行辕接旨。孙都师，皇上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催促都师火速出关入狱，解开封之围。请皇上放心，本都这就查验军备，出关剿寇，指日可待。爹，没药了。没药了。乡亲们，药都食完了，大伙儿改天再来吧。才一天了，乡亲们，中原打仗药材吃紧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、啊。大家伙儿就先请回吧。啊，请回吧。这，这又没药了。这些年呀、啊，药材越来越少，医官的薪俸也是时有时无。我看这惠民药局，也快有名无实了。赵提领，营中任指挥使有请。这大军啊，不几天就要出关了，可这两天各营几乎天天都有人生病。啊，你看，咱们先去哪个营啊？啊，先去白虎营吧。好。伸舌头。哎，把舌头伸出来。赵方抓药。哦。赵方抓药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哎，指挥使，您看，这个赵提令，这二人都是发热呕吐。为何药方却全然不同？是不是有误啊？哈，同病不同医，乃一家常事。辨证用药，并无不妥。游客呀，嗯，你为何不用伤寒经方呢？我觉得此症绝非伤寒，啊？莫非老夫诊断有误？来，我看看。从脉象上看，分明是伤寒常见之症，
你为何认为不同呢？但凡寒症、发热、恶寒、脉浮而硕，但他们热而不寒，实为瘟疫初起之症。这次发病不在行军途中，而是在安顿营寨之后。如果说是夜有寒凉，他们当中呢一两个人受寒感冒，倒不足为奇，绝不可能在一天之内，整个营帐所有的人都受寒发病啊。我觉得更像是人吸入了邪气。这风寒暑湿，天之常气，入侵肌肤所感，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呐，何来邪气之说呀？晚辈只是从成百上千病患推测而来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没有确凿证据，怎么能够妄加猜测呢？不，学生之事，师徒之争，能否回药局再说？眼下兵士们急等着赵方抓药，最好告诉我该听谁的。指挥使，又可初来乍到，尚不了解此病成因。此次营中诊断，老夫全权负责，就照我的方子抓药吧。先生，我虽然没法向您证明病邪的存在，但毕竟诊治过成百上千的病患，此法还是颇有疗效的。佑哥呀，《伤寒论》历经千年，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，就对医圣不敬啊！如此狂妄忤逆，实为我医家之大忌。医道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岂能混同于道术，用一个邪气做解释呢？正是因为医道乃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吴佑可才不愿意将错就错。佑可，明天军营之中，你就不必去了。这种火器能用吗？为什么不整修？大人明鉴，小人数次上书请求拨款，却一直没有答复。大人恕罪。哎，汪汪，汪汪，汪汪，看见你了，看见你了。嘿，汪汪，汪汪。我上来抓你了，我上来抓你了啊！我上来了。总督大人到，快走，快走，别出声，快走。总督大人，梁公主拜见总督大人。总督大人，大人，请总督大人，下次。总督大人，大人请用茶。大人，这是历年的存粮记录，请大人过目。哦，大人这边请。存粮不得低于此限，此限牵一发动全身，可以说是我军的生死线。
护仓有方。好，终于有个尽职的。是您，哎，过来，出去玩去。信誓旦旦说五千精兵足矣，到如今居然要朕追加钱粮，还说什么兵心木不堪用。开封重镇苦守三月，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，岂容他从容练兵？老奴斗胆，若果真如孙传庭所说的粮饷不足，兵士未经操练，那出关迎敌未必能有胜算呢。孙传庭所率的可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精锐了。开封不保，则京城不保。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，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？卓兵部，再催其出关。是。别动啊！一会儿就拿过来。别动啊！摁住他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一会儿就好了。怎么样？通体肌肤如冰，
就这些吗？现在的库银，只够买这些了。一刻都不能停，朝廷拨下的军饷就要到了。报！兵部六管理加急文书。又是催我出关的。上面提到给咱们方向。 赵天林，你当初说几天之内疫情必定减轻，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，有增无减，这他娘的怎么回事？此次军中大疫，实在是不同以往了，好似鬼魂附体一般。你看，这麻黄桂枝解表，黄旗白柱补漆。
此乃祖宗传下的经方啊！我不管什么祖宗不祖宗的，我最多再给你三天。三天过后，要是还不见成效，就算都师不拿你祭旗，这帮当兵的也要把你身吞破钵了。朋友们，都师啊，在座各位的名帖都附在外面的那些孝敬上，然后送到府上，望大人笑纳。多谢各位乡绅款待，传廷驻军潼关，还得仰仗各位鼎力相助。那当然了，都师言重，为国分忧，实乃我等分内之事。诸位，哎，停停停停！实不相瞒，潼关军饷两缺，但国库空虚，皇上无力拨调。今日本都来此，实为木想之事，还望各位解囊相助。国家有难，理应鼎力相助，但不知都师需要多少银两呢？以目前之势，至少缺饷10万两白银。10万两？多少？多少？10万两？十万？这这么多呀？都师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，这灾荒大凶之年，我们有些家业不假，可开销也大，朝廷里的各种孝敬也总得打点，实在是云不开呀。倘若潼关不保，各位手中的田亩、家中的金银财宝、妻儿老小也都保不住吧？到时候还不是都拿去孝敬闯贼了？都师所言极是啊！来啊！白银500两不成敬意，100两。50两。朝廷方面，我再打发人送个折子上去，也许皇上会多给我们拨些粮饷下来的。啊，这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，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。大明朝如果灭了，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？分守备，8分屯田，大明开国至今，军库就是以此为生。守屯结合，寓兵于农。这些屯田现在都到了地方豪强手里，屯兵制名存实亡。所以我们要勘探田亩，核定军库人数，追缴这些豪强历年积欠的军粮，以补库银。谁啊？吴大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云叔，哎，先生在什么地方？我爹进军营了，最近病患越来越多，
他都好多天没回来了。哦，那我去找他。哎，云叔，我可以证明瘟疫是怎么在人之间传染的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嗨，看见了吗？看什么？飞尘呢？你看，看这飞尘呢，平日我们看不见，但并非没有。病邪就像这些飞尘一样，在空气中来无影去无踪，闻不到也看不到。我给它起名叫戾气。如果我吸进戾气，然后染上了瘟疫，再呼出来传给你，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，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。该喝药了，来，他娘的，喝了就死，快喝药！你得喝药啊！快！哎，尚哥，别闹了！赵神令让你喝药呢。哎呀，咋了？鬼神附体了！给他喝药。大哥，你起来呀！喝药啊！马尚哥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他喝药啊！兵士们都慌了，说是触怒了瘟神，要给他们降灾呀。一旦这眼角流黑血啊，肯定是没救了。只要沾上这种黑血，也会得病的。说的是啊，哎，哎呦，我亲眼。又胡说什么？指挥室啊，指挥室。赵川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帐子里的病人，帐子里的病人都不肯吃药啊。不好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他们来索命来了吗？我不甘心呐，我不甘心呐！快拦住他！你们说说，你们说说，一家传承祖宗疗法，就算不能救人吧，别过来，也不至于杀人呐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这是哪儿不对了？这是哪儿不对了？哎，好，指挥室怎么办？苏昭营里其他军医过来。是。我要见赵铁岭，赵铁岭在哪儿？我要见。赵铁岭在哪儿？找他做什么？我要告诉他瘟疫是怎么传染的。什么瘟疫传染？军中瘟疫蔓延，是因为天地间另有一种戾气，它能让人治病于无形。一旦有人患上瘟病，就会通过呼吸传染。这就是为什么同一营帐内相继染病的道理。你能治？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，大疫将至，务必人人小心。再有就是隔绝病患，以防人人传染；还有就是开窗通风，以防疫气聚集。放屁！竟在这里危言耸听，如此一来，岂不军心大乱？流寇不打，自己就败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军营外的村庄人都快死绝了，你再不下决断，整个兵营、整个城没有一个人能活，你我都得死。Thank you.
这是谁的问题？说。本来每天致死几个人，自从服了军医的药后，不减反增，现在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。混账！都师，属下无能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如此无能，我留你何用？杀！都师饶命！都师饶命！都师饶命！调其他军医火速来营。都师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其他医师都逃了。属下有一事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叔叔，苏泽有对呀。哎呀，得走一段时间。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？苏州还是很好玩的。真的要走吗？啊，给先生烧完头七纸，天亮就走。您说，潼关战火将至，又临大邑，你们母子二人在这儿实在是凶多吉少，还是跟我一道走吧。你也不嫌我晦气，副校未尽，又守副校。到了，就是。谁是吴有可？在下便是。起身，都师大人到。照你说，天地之间的戾气和戊气一样，不可捉摸。正是。人在呼吸间，不经意吸入戾气，转化为戾邪，盘结在体内的魔元之中。而伤寒之邪，则是通过肌肤传入的，就像浮云飘着，没有根基，下药基础。但是，异邪藏在魔源，就根深蒂固了。七年前镇守潼关的总兵龙侍卫，就是因为军中大意，才败于闯贼。今日瘟疫又重现此地，难道天要绝我？我问你，我若是让你治疗，你可有把握？啊？回都师，我吴有可只是一介游医，才疏学浅，不可能担此重任。刚刚说的斩钉截铁，真要委以重任，又临阵退缩，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，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不敢挺身而出。你说你多年来寻找瘟疫传染之理，到底所求为何？倘若学不能治用，那学又有何用？这可是数十年医愈的大义啊！我有可，也只是治愈过单个病患，毫无控制瘟疫蔓延的经验。那位赵提灵，我虽未谋面，但也知道他是救治伤患，以身殉职。你也号称是学医之人，可惜你没学到他舍身济世的医道。今天晚上你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到军营来见我。回营。任奇，在。派兵士保护，务必明早把他带回军营。遵命。快马，好，快，驾！那些当官的话，你无需当真，
姓孙的那么说，无非是为了激你入营。陶氏死，到军营质问失败也是死，倒不如像先生那样以身殉职，死得其所。他要是真的认为我爹的死是为国为公，那为什么到最后陪着我爹的只有那顶破草席？大义之年，也许这就是医者的宿命吧。来，给。给。哎。还是要入营。啊，我开了个方子，你和孩子务必坚持每天煎服，以防传染瘟疫。达元隐。嗯，我想孙传庭说的并非没有道理。我学医这么多年，到底所求为何？好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我呢，还得再想想明天进入军营以后应该怎么办。也许你留在潼关，也是天意吧。哎哎，带我去见孙都师。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哎，若想要我治疗此疫，我有几个条件。讲。其一，先师赵川因公殉职，他家留有孤女，还请都师重金抚恤。准。还有呢？在我施治期间，无论我的方法如何不被其他医家所接受，中途不得换人。准。吴有可愿领此命，以毕生所学与瘟疫一搏，不成不退。吴有可，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军中无戏言呢？吴有可明白。那好，我让你放手去治。任指挥使在。你一定要全力协助。属下明白。此次治瘟，事关战事成败、大明存亡。倘若成功，你吴又可名垂千史；若失败，你我将和这数千官兵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别过！伸舌头！吐舌头干嘛呀？把舌头伸出来，让我看看。给他系黄布条。把舌头伸出来，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嗯，给我白布条。来，胳膊，胳膊给我。
大家听着，画地为界，即同一颜色的布条住在一个区域，不得越界。都师，请用紫禁果面。我堂堂主帅，挂坏破布，成何体统？去。过去了，差别几天了？三天了。来看看这舌苔啊，这就是湿热易邪、浮于魔源的重症，最危险。来，布条。还小，大意之时，待在这儿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们还是先回老家避一避吧。你要是每次出入军营能像其他人一样戴上面巾，我就更放心了。谁让你放这个的？这个不能放。哎呦，哎，谁让你用这么大火熬的？你还能喝吗？不是说了吗？用小火慢慢煎。到了，重新熬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？要敞开通风。娘，我也想吃。小心烫啊。你的药了，我不喝了。喝了你的药，天天除了拉稀就是拉稀。拉稀就对了，能排出体内的邪毒，这样你就能吃点东西，慢慢元气也就恢复了。来喝啊，兄弟，喝，来，起来喝药了。哎，兄弟，不喝药怎么行啊？啊？兄弟，来，我来。啊。不喝药你们怎么能好呢？啊，喝药能去邪毒，你们怎么能好呢？说以往都是药到病除吗？怎么这次还不见效啊？他们都不相信我，连药都不吃，病怎么除？
谁让你到这个区来的？赶紧出去，这儿不能随便进。走。我兄弟就是喝了你的药喝死的，你还让我们喝？我打死你！王八蛋，想死个痛快吗？老子这就成全你！吴大夫是都师指派的医官，我看谁敢杀他！医官，清病房的药送不送？医官，近日疫情控制的如何？今天又死了17个人，不过隔离患病病逝后，发病人数较前几日确有减少。嗯，那些患病的兵士有些躁动。要安抚患病士兵，传我的令，病死军户、视同阵亡，所欠赋税一律免除。遵命。这么多病患，就靠你一个人行吗？嗯，以往从来没有同时治过这么多病患，病症传遍又如此之多，好歹都师对我信任，我也只能尽全力了。孙都师已经派人送来了钱粮布匹。嗯，多谢你还惦记着我们孤儿寡母，你这要是需要帮手的话，你一个女人在军营实在不便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呀，是我这次治瘟疫挑选出来的一些病例的手稿。你看啊，你把它带出去，万一我要出不去，你把它整理成书，也许后人用得着。哎，这次治瘟非同小可，倘若失败，未必我能活着走出这个兵营。你不要说这些丧气话。我呀，得去看我的病人了。来，带上这个。记住，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了。有了这个，别人不会拦着你。啊，潼关也不能久留，赶紧走。如果这次失败，军中疫情蔓延，此城必破。运叔，如果我这次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带你和孩子回苏州。按你估计，把全军粮饷都算进去，能够让我们撑多久？最多3个月。混账！都师，这也不能全怪他，告示已经贴出去3天了，地方豪强至今还未补齐粮饷。属下带人去勘测天目，也常遇到恶奴阻挠，收不回粮饷。收不回那些被霸占的屯田，就收人。这些天，乔迁带着人马丈量我们家的田亩，还打伤了我们家家奴。这孙传庭放出话来，再不交田交粮饷，就要抓人了。我家地也被丈量了，我家地也被丈量了。去他娘的！莫非他真的敢动咱们？他翻了天了！咱们托周阁老给皇上的折子，该收到了吧？
我倒要看看，这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王法？有天王老子在，躺他个球！各位，告诉他，大家所占屯田树木，正在经历私会中。等造册完毕，孙传庭拿到账本，会怎么样，就很难说了。是啊，您给出出主意吧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是啊是啊，这大主意还得您拿呀。出来吧。这些年，你在我们这儿没有少得好处，该做点什么了吧？一宽，一宽，把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这个病比他们都严重，初发便有传变，凶险之极呀！我，先生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私自出国经营了？我，这个哪来的？不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病我不能治，也治不了。你走吧。先生，车骑落到港，我是看这个衣服实在太好了，我就扒下来给穿上了。先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乱葬岗。快点，干活，把它扒下来。不想活了啊？干活时候不许摘面具，带回去。赶紧去干活啊！都换上军服，快点换上，快点！王令立吗？都是。刚才抬走那具烧焦的尸体，就是王令立的。证了，明知道这些豪强劣绅、强占军田，该征的不能征，该杀的不能杀，投笔从戎十几年，我到底为谁而战？为谁？是谁指使你们的？
死。任奇，以百姓冒充兵士尸体骗领抚恤，该当何罪啊？绝对没错，他现在是官军的医官，我堂哥亲口告诉他，义军正闹病，闯王正为这事犯愁呢，谁要是把他弄到手，那可是头功一件。吴医官，哦，是都师啊。这么晚了还没歇息啊？啊，一个兵士白天训练的时候骨折了，我去照看一下。您还没有歇着？帐内闷热，烦躁，出来透透气。哦。佑可先生。啊。就我粗通的医道。大黄乃虎狼之药，我见你给那些重症病人用量之大，这个中道理，是否可告知一二？啊，大黄性烈，可以杀人，故而医家都称之为将军药。重症用险药，铤而走险方有生机。若有差错，该如何？啊，都师。这世上什么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。当断则断，错过一线生机，就生死两隔了。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用药如用兵，须有胆有识。只此乱世，德育先生，实属万幸。哎，都师明知道佑可的医力与常理定规相悖，可又让佑可放手一搏，佑可谢这份信任。哎，乱世难为啊，我能信你，可是又有谁能信我呢？谁在那儿？哎呦！哎，你不是？
抱歉，兄弟，恐怕这次我不能跟你们去了，还有病人等着我回去呢，你们赶紧逃吧。怎么，给官军治的，给闯军就治不得？兄弟，在我眼里啊，没有官军闯军，只有病人。哼，全是屁话，带走。三弟，你把我们也带走吧。就走不了了，你把我们也带走吧。三弟，等等，等等。夫人到了。夫人，这就是冯将军当年阵亡的地方。哦，孙豹，把东西拿过来吧。哦。放下武艺官，饶你们不死。今天来看您了，再过一阵，川亭就要出征去打闯贼，为您报仇，求您的亡灵保佑他旗开得胜。什么人？上！快！杀我！快点！杀我！夫人，别过去！范冰莹呢？别杀我！夫人，别过去！夫人，别过去！夫人，别靠近！还有命！夫人，孙宝，把水拿来。夫人，你是大明的士兵。我是孙同志的部下。都是要带你回军营治病，放开他。兄弟，别怕，都是不会伤你的。啊！上，快的，别动，别动！闪开！混账东西！
都师即日出征，我等特备薄酒为都师送行，望都师旗开得胜，收复失地啊！好，那就为收复失地干一杯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就是，行，干了。收复失地。收复失地。我今天晚上啊，就先把你们侵占的土地都给收复了吧。你们不但私占军田，居然还敢以他人冒充因役而亡的军户冲抵赋税，其刑可诛，压下去。不是，不是饶命，不是饶命，不是饶命。就凭任其的空口白话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能干什么？问得好。念查枪声不清远，勾结被指挥使任齐私占军屯田亩350顷，斩，清退田亩，补交钱粮，所查家产如数充公。你们43家都是害国之贼，314顷，斩首示众，家产充公。私占军屯田亩405顷，斩，未屯国，私占军屯田亩480顷，斩，都是饶命啊！天下糜烂，百姓从贼，皆因饥饿；百姓饥饿，皆因无地可耕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？人心就是良心，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10回8回，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。恢复的不错，可以回营了。哎，一冠，别急。一冠，我听说大清过两天就要出关了，我娘病了，我想回家看我娘，我不想打仗。都师，书友可不识抬举。夫人琴声曼妙，但营中有事，放心不下，实在无此雅兴。何事放心不下？大军即将出关，众议区还有100余重病患，唉，又可担心大军一旦拔营，那些病患难以压服。如果瘟疫复燃，势必前功尽弃。右可兄所虑甚深，但今晚我们只谈诗情，不谈疫情。来，喝酒。哎，这是你在随立功的最后机会。进去以后，把所有门都封上，
聚伙为好。只有西门可以出，那里留了口子。得失谁算寻常事，挥剑斩却家国仇。如何？杜氏心中充满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啊！为臣者别无选择，只有报效国家，马革国事。佑可兄，容我私问一句，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？皇帝内经有云，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，其中道理又可以为皆是重御史之术，请经史之道。我朝积弊已久，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。举冲！走，快！救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放！红衣官，红衣官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斩！啊！
明日便要出关，多亏你帮我控住疫情，尚可一战。杜氏控制疫情的方式，实在是比无药可有效。那些染病的士兵，如果我带着他们，非但打不了仗，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。如果留在这里，则有后顾之忧。那些闯贼一直在旁边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。倘若后方爆发瘟疫，出师必败。我并非嗜杀之人，但孰轻孰重，总得有人做出决断。武医官，你随我出关，做我的随军医官吧。吴有可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，恐怕很难担当此重任。战事当前，此事不容推辞。你回去清点药材，明日随我出关。师如雾，后面没人。王朝兴衰，唯有医道长存。又可有心无力，唯有不辞而别。乱世苍生，各有宿命。杜师，还追吗？别追了。您不是担心他去投靠那些贼寇吗？他有他的路要走。传我的令，出关。我和世宁在西安等着给你庆功。Thank you.
写完了。